各位朋友大家好早晨啊早晨早晨啊多謝大家掌聲啊歡迎大家今天來到中環車打道行人專用區呢 就是参加由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主办的 第14届ACCA慈善同乐日 我是KK 张国强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bia 杨乐婷 现在我们首先有请 ACCA香港分会会长蔡尔德小姐 为我们致辞的有请 60年以来 ACCA和香港一起经历所有起跌 面对各种挑战香港在世界仍然稳居领导定位祝各位有一个既愉快和有意义的周日 多謝大家，唔該曬蔡小姐。好啦，跟住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中太平紳士為我哋致辭。有請。14屆入面，我嚟咗第兩屆，我嚟過，今年第三次，所以我係連中三元啊。對我嚟講，十年嘅新嘅一年咧，係上心落事，一一實現，因為我哋2011啊嘛，一一實現，多謝各位。 多謝張建中太平紳士。好啦，咁其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進行今日嘅開幕儀式㗎。K K， 不如我哋一齊數三聲啦。好啊，三、二、一、耶！ACCA慈善同樂日正式起動啦！係啦，為咗答謝咧一班鼎力支持 ACCA 慈善同樂日嘅贊助商咧，大會特別咧預備咗一啲紀念品送翻俾佢哋㗎。有請超敏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兆恒先生。 最快好你隔離嗰個啊！唔係從隔離鬥，係從自己鬥啊！最隔離嘅成績，你行嗰度問你都少少啦。